中国小学生羞辱台湾人，台湾人神回了一句，立马闭嘴了。在吗？在吗？你也是小学生三号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也是小学生？不是，哎，你们几岁？十岁。十岁。我操！我这里有人，我操！哎，不可以讲脏话哟，好不好？你要说，哎，哭啊，嗯，好不好？叔叔，你二 B 吧。二 B 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傻逼，你傻逼！不可以说脏话，这样子妈妈会生气，你懂吗？妈妈不希望你们玩游戏学到脏话。叔叔想跟你们一起玩，这样可以吗？我跟你一起玩，我连 GP 我都吃不上，估计啊 ？KD 是不是0.2？我 KD 差不多哎，3.14159265359793圆周率啊，更多影片都在李听频道。